主料：花生米500克，辅料：盐、桂皮、八角、花角、香叶、小茴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花生洗干净备用，调料：桂皮、八角、花椒、小茴香、香叶。将花生米放入锅中，所有调料放入料和下锅，加水没过花生米，加盐，锅开关小火焖煮20到30分钟即可。经过20到30分钟的煮制，关火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在煮前泡一晚上，煮10分钟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